啊，一出局林鸿宇呢上到一来，这一棒把球打出了在右半边方向，哎，哇，用歪手这个判断。传二垒这边，哎呀，还是出局。结果是一个野手选择，是。右外手陈真的这个判断，但是阴错阳差的反而是让林鸿宇呢死在二垒前。这球，朱玉贤应该是咬到整颗，所以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会突然的下坠。陈真的手背判断没有那么精准。看一下，哦，落地没错，最后这个补救还好够准是。那因为这是一个所谓的被迫进垒，所以。